唐烨的情况现在怎么样了？唐烨，我没能把他从敌人那里拉过来。我说什么来着？我早就看出来啊，这小子就不是个好东西。马科长，我要跟唐烨分手。分手？不结婚了？好一个陈世美呀！ 唐烨原来还帮着你们搜集情报，还帮你们找那本书。书？什么书啊？就是你们想要的那本书。啊！自从唐烨他母亲去世以后，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。马科长，我对不起你们，我没有帮你们把唐烨拉过来。 小夏同志，你别伤心。唐烨现在变了，变了就是我们的敌人，我们也不会轻易放过他。来，小夏同志，先喝口水，咱们慢慢聊。 大姐，哎，什么事儿，小许？陈立文回来了。啊？他在什么地方啊？在马汉鹏那儿。什么？他会有危险的，你马上通知警察局和警卫连，立即逮捕马汉鹏。是。 把马汉鹏带下去。龙部长出什么事儿了？唐长官，您再尝一下我们长春的酱骨头啊！老弟，你知道长春人经常吃的四大鲜都哪四样吗？这里头就有一样，小鸡儿。 蘑菇在一块儿，就叫小鸡炖蘑菇。哎呀，龙站长，你跟堂兄说说，这长春嘴里这四大鲜都是哪四大鲜呀？开江梨，下蛋鸡，回龙的哥最二房的鸡。 哎呀，唐老弟啊，这一晚上我就没看你笑，还忘不掉乔刘文啊？这女人心要是狠起来，就是刮骨钢刀。兄弟，你不要想那么多了，来，哥哥敬你一杯。 来，唐长官，您在我心目中间永远是我的长官。我知道我这个副站长是您提携的。
今天我借这杯酒向你表示感激之情，我先干为敬。才叫爽！哎呦，痛快！喝成这样，不是你叫我陪他散散心的吗？他喝了多少？大概喝了有一斤。不过他喝酒真爽快。哎呦，成精了！哎呀，哎，太痛快了。程站长，哎，你看你也喝了不少了，回去休息吧。我说他那个，这有我呢，你放心吧。好吧，那改天再喝。哎，现在，我要喝水。慢点，慢你睡吧，我该走了。不许走。夏丽文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是敢走，我就跟你一刀两段。梦话，他说他要和乔丽文一刀两断。哦，是这样，那你就陪他一块去办这个事情，完了以后一块跟他回沈阳。我和他一起。他现在最需要有人在他身旁关心他，温暖他那个已经受了伤的心。你是他亲人，一定要好好照顾他。干爹，我知道你对他的感情啊。丽文，睡得好吧？该起床了。你看谁来看你了？刘家俊。丽文你好。起来吧，哎呀，快起来吧，来。我再睡会儿，我还没睡醒呢。听话，快起来换衣服，我们楼下等你啊，快点。先楼下等吧。
女儿睡得好吗？挺好的。家俊，坐吧。哎，坐坐坐坐，好嘞。哎呀，今天一大早啊，我就被警察局的许同志叫去了。他们这是一通的表扬我女儿啊，说她政治觉悟高，立场坚定，敢于冲破阻挠，回到民主政府这边来。哎呦，那对她的这个赞美之词啊，让我这个从头到脚，这个脸上，哎呀，这高兴劲儿就甭提了。这唐烨算什么东西啊？他以前做汉奸，现在做国民党特务，我们家丽文儿能够义无反顾和他断绝来往，真不愧是我乔某人的女儿啊，有志气。我对我女儿可是刮目相看呢。啊，行了，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。是不提了，但是必须得有个了结啊。哼，那唐家以前仗着反动势力来我们家逼婚，哼，现在有民主政府为我们撑腰了，这么着，我们现在立马把唐家的婚给退了。老爷，能不能先等一段时间啊？干嘛要等啊？这种事儿就应该快刀斩乱麻呀。你说是不是，家俊？啊，哼，我呀，这我一个外人，这你怎么会是外人呢？我一直是把你当成我们家的人看待的。人家唐家太太刚去世不久，咱们就向唐家退婚，那外面人知道了会说咱们乔家薄情寡义的。哦，真是，我这茬给忘了。咱们得大度一点，不能得理不饶人呢，对吧？嗯。哼，这种事儿早一天晚一天没什么关系啊，对吧，家俊？是，是啊，啊！今天晚上睡得好吗？特别好，都不知道怎么上的床，一睁眼天亮了。那就准备出发吧。出发？去哪儿？今天该去接藤川先生了。这是我的任务，又没说我要和你一起去。干爹下达的命令，让我配合你。就这里，对，我跟他约好了，五天后来这儿接他。
官就不能放假？什么？他说他腰痛，你让他绕着操场跑十圈，我敢保证以后谁的腰都别倒好了。就这样，我们一群废物。站长，出事了。怎么了？刚才接到30师巡逻队的电话，说把庙子东边发生了一枪战，从其中2具尸体领章背后的编码发现，是我们别动队的人。这肯定是他们宋义良。如果收编事宜谈判成功的话，所有的事情马上进入到实质性阶段，所以包括他们的行军路线、集合地点、还有给养补给、联系方式等等，都要确实做好，不能有任何疏忽。喂，区长。武桐。宋一良在半路伏击了任先生，任先生死了。柳航呢？我要跟他说话。他不在这儿。你一定好好的照顾他，不能再出任何意外。是。好点了吗？你怎么了？这不像你，你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呢。你出去好，我心里很烦，我想一个人待着。好，我出去。如果你觉得哭出来能够好受点，你就哭吧，痛痛快快哭一场就没事了。哥，你要真当我是你哥的话，就把事情告诉我，这样我才能够帮你。我是日本人，我的真名字叫新子，藤川是我亲生母亲。
等你等的好苦啊！你下了山，这条命就不是你的。你只要如实说，换回属于自己的命。宋站长啊，不，宋一良，这都是他让我们这么干的。宋一良让你下山干什么？刺探情报。这里是国统区，他刺探他们谁的情报？就是国军的情报。他刺探国军的情报干什么？不知道。哦，他隔三差五就一个人离开一两天，也不知道去哪儿，谁都不敢问。你说的是实话吗？长官，小人说的句句实话，如果有半句假话，您毙了我。唐兄，有件事情现在看来对你十分重要。来，谢谢。啥事儿？我早就听说，在日伪期间，在沈阳站做情报员的宋一良，曾经被日本宪兵逮捕过，但是否辩解投降，一直没有定论。真有这样的事儿啊？在前不久的一次喝酒中间，黄站长跟我说，在蛟河至敦化的一带大山里，有一支日本军队，有好几千人。你的意思是？你看，把这两者联系在一起，你看宋一良和日本人之间。有可能，完全有可能，他可能是那只日本残兵的探子，还在为日本人做事。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那么这一切就很好解释了。成谷，如果真的有那么一支日本军队，你说有没有可能把他们收编过来，为国军去打共产党？不行。这个绝对不行。为什么？因为谁干了这个事情，谁就是民族的败类，谁就是党国千古的罪人。彻底弄清楚了，杀害你父亲和我母亲的就是宋一良，他是樱花军团派在长春站的密探。如果他替日本人干事儿，他为什么要杀害我父亲啊？我可不可以这么认为，你父亲就是樱花军团和五叔之间的联络员，他曾在樱花军团驻地中碰到过给日本人干事的宋一良，而宋一良非常清楚你父亲和我还有五叔之间的关系，他在自救。什么叫自救？你想啊，一旦樱花军团收编成功的话，那宋一良过往的劣迹一定会被揪出来，而五叔是个眼睛不揉沙子的人，他一定会把宋一良当成汉奸处决掉。所以我想，宋一良为了自救，只能阻止收编，一旦收编不成功的话，那宋一良永远都不会被揪出来。宋一良他非常清楚，那帮日本军人最终的命运就是战死沙场，如果那帮人全死了，谁来保护他？可是他应该明白，他对我父亲下手，一旦事情败露的话，后果会更严重。你说的对，我觉得如果没有某些日本军人在背后支持，宋一良绝对不敢轻举妄动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樱花军团当中有人支持宋一良杀害我父亲？没错，本身这帮日本军人就是死不投降的强硬派，他们当中肯定有很多人不赞成收编，在他们眼里，不管是共军还是国军，都是不共戴天的敌人。我的意思是宰了宋一良。不，我的意思是活捉宋一良，
套出他所有的秘密。武区长也是这个意思。宋一良在长春站干过，在城里城外都安插了耳目。我建议夜里出发，由那个俘虏带路，慢慢包围他们的联络点，等到天亮发起攻击，以免他们夜里趁乱脱逃。好，这次我亲自带队。黄站长，您是主帅，不能轻易离开长春站，这次由我来带吧。哦，有柳秘书在家住着吗？我也要去。柳秘书，我长春站这么多大老爷们儿，怎么让一个女人挂帅出征呢？这要是传到沈阳，那不让武区长笑掉大牙？你看不起我？哎，黄某可绝无此意。柳秘书可谓是巾帼英雄，就凭柳秘书只身闯荡哈尔滨，一举炸掉共匪侧向车的英雄壮举，那就让我被悍然不已啊！我主要是考虑到柳秘书的安全问题。您在我这儿掉了半根头发，我到武区长呢都不好交代。黄站长，我理解你的苦心，但是我要去。唐烨，你的意见如何？黄站长，您就在家中统领全局，我和程副站长和柳秘书前去。那就有劳三位了，我在家摆好庆功宴，恭候三位凯旋而归。是。是。举过头顶，出来投降！不要开枪，我们投降了。别开枪，我们投降了。宋一良呢？报告长官，宋一良昨天晚上带几个兄弟下山了。去哪儿了？他的事儿他不会告诉你。怎么样？几个山洞都搜过了，没人。可能在我们合围之前，他就已经下山了。藤川这一走，我们和樱花军团的联系也就中断了。我们可以试试用云集密码。试过了，可是他们保持缄默，一定是当初给他们下达命令的人用了一种很特殊的身份识别办法，可是这点我们没有掌握到。吴叔，我正想和您谈这件事呢，您能不能再考虑一下接受樱花军团的事儿？你的心意我了解，可是樱花军团必须要收兵，今天我不去干，别人也会去干。那就让别人去好了。您是我父亲，我不想您晚节不保，从一个抗日英雄变成一个千古罪人。孩子，谢谢你。可是如果我今天因为收编了樱花军团而成为了汉奸，
那你当时放走了藤川，我收留了柳航，那是不是也都成了汉奸？记得，智者考虑事情是要从很多个角度的。但如果那些不愿意改变的日军与我们为敌呢？唯而见之。你妹妹的身份现在不宜公开，千万不要泄露出去。是。乔经理，什么事？哦，乔经理啊，这些呢都是这个月的账本，我已经看过了，没有什么问题。虽然说盈利不大，但是公买公卖啊，还算正常。还比起那旧政府时期的朝不保夕啊，哎，那真是天上地下。乔经理，啊，你说什么？哎呀，乔经理啊，你不应该天天都这样啊。你要知道啊，你的肩上可是肩负着你父亲的重任啊。你有你自己的人生使命，你不能为别人而活着呀。首先，你要改变自己。我是为我自己，我没有为谁啊。那就好，那就好啊。把账本留这儿，你先出去忙吧。啊，哎，这个呢，是你爸爸托别人送过来的。说让我晚上陪你去戏园子散散心。又去看戏啊？哎，西厢记。好吧。哎，副局长，嗯，都清楚了。宋玉良什么都说了。具体位置？东华西边，白虎岭。到底有多少人？号称三千，其实呢就一千多。可这些人呢，大部分都是以一当十的中下级军官，武器很精良，比国军配备的美式装备不差呀。藤川被宋玉良打死了，那武桐肯定还要重新派人上山去联络，他不会放弃这次邀功的机会的。宋玉良的意思是想帮着您把功劳夺回来。除此之外，他还有别的路吗？事成之后，谁能保住他的命？副局长是指民国32年，在敦化，他被日本宪兵队抓住了。同时被捕的还有我党的三位同志，这三位同志都牺牲了，只有他还活着。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一个方向。啊！他早就是汉奸。
别开枪啊，小心走火。老舅，请吧。这就是你老舅在沈阳的寒舍，不准闲讲。哎，你赶紧坐呀！哎，你干什么呀？你说，你从医院失踪后上哪儿去了？我能去哪儿啊？张妈被人家暗害了，连尸首都没找见。还有啊，有人要去医院来暗害我，幸亏我福大命大，要不然你这辈子都见不到我了。没办法，我只能找地儿先躲起来了。这么说，你一直在这边？废话，我能撇下你不管吗？那我在文昌庙留的密条，你收到了？收到了。你说，你翻过了一座大山，我当时真替你高兴。老舅，到底是谁想谋害你啊？你应该知道。那姚玉成呢？老姚也留在沈阳了，化了妆，改了名，在一条冷清的街道上开了个小电料行。平时啊，有两个小伙计帮他打了生意，他不轻易露面的。那我就放心了。孙令人将军的副官怎么说？张副官说，孙将军只有一句话，请来人转告童工，抓紧跟樱花军团的联络，将这只虎狼之师刻日送上战场。我会给孙将军打电话的。我已经派人去获取了联络方式，然后会重新派人进山去的。沈从贤那边有没有什么动静？沈副局长在一次闲谈中曾经提到，利用日本人打共产党，舆论上不好讲，会引致全国的舆情汹汹。哼，利用日本人打共产党又不是第一次了。连伪作都把冈村宁次收为顾问，阎锡山也收编了不少日本残军，区区几千人的樱花军团算什么呀？报告。局长，谭爷来了，等候召见。先下去吧。是。我进来。是。请。天凉了，注意保暖啊。坐。你呀，无职无闲的也有一段时间了，也该给你个正式的名分了。我听从五叔的安排。从即日起，我任命你为保密局东北区的稽核室稽核员。你可以随时随地的去东北区下属各站去稽核他们的军风和军纪。可是我对这方面的事项并不是很了解。哎，那只是表面上的幌子，也可以说是做给某些人看看吧。那我是要，主要是利用你能够自由行走的机会，替我去做和樱花军团之间的秘密联络官。你不是一心要抓到那个宋一良，替你母亲报仇吗？柳航也是，一心要抓到这个宋一良，替他父亲报仇。可这宋一良现在已经正式投靠到樱花军团去了。如果要报仇，最好的方式就是能够成功的收编樱花军团。明白。这个事儿要绝对保密。